水瓶座的幸运日志不用写作业。今天的作业大家靠运气来决定，套到什么就是什么。诸葛双双你先来。诸葛双双八张卷子，好小浪轮到你了。好小浪十张卷子，接下来是柯小平。哦，作业全免，谢谢老师。我就不信你的运气这么好，今天放学的值日用这个飞镖来决定，射到什么就是什么。诸葛双双擦全校黑板。哈小浪洗全校厕所。我今天不用值日了，谢谢老师。不可能，这次考试的分数我们用抽签来决定，抽到多少分就是多少分。诸葛双双13分，哈小浪15分。这里面所有的分数都低于20分，你运气再好也没用。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来显灵。柯小平16分。老师看看，柯小平91分。无限反转之上学路。王小师，如果今天你能比我先到学校，我就叫你一声爷爷。一言为定，你就准备好当孙子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我家的超级跑车，踩一下油门就能冲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把你引到河边，我看你的跑车怎么过河。你的跑车刚切换油体模式，比你的船快100倍。别得意得太早，你看看前面是什么。我先走一步喽。试试表演真正的技术，切换直升机模式。怎么可能，还有更刺激的呢，切换宇宙飞船模式。我先走一步了，拜拜。2000 years later。 今天最晚到学校的是马小乐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节课我们上数学。其实是我昨天晚上偷偷把体育老师的被子掀开，他才会着凉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用电脑远程控制帮体育老师打开暖气。有暖气也没用，我早就把他家的窗户打开，让外面的冷空气进去，看他还冷不冷。算你狠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早就雇人挖了一个地下室，让体育老师待在里面，一觉睡到天亮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幸好我留了一手，他醒过来就会被各种酷炫技能、各种超爽快战斗特效吸引住，忘记来学校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穿越走起。差点忘记了，我今天还要上课呢。同学们，我来了，这节课我们上体育。我败了。